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盼盼视频独家剧名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叶倩玲。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主要内容。环球网援引外媒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击落了一架约旦 F-16战斗机，但美国军方称战机坠落并非该组织所为。那么，伊斯兰国到底有没有击落高性能战机的能力？ 另外，德国一名作家成为首位深入伊斯兰国控制区而平安归来的外部人员。他说，伊斯兰国的威胁大得像原子弹。他描绘的伊斯兰国究竟是怎样的一幅景象？两岸时评论员吴学兰、郑继文会有深入的解析。至于环球网综合报道，日本国会众参两院24号举行首相指名选举，安倍晋三第3度当选日本首相。在新界内阁中，除了防务大臣之外，其他阁员全部得到留任。怎么去看待安倍这样的一个人事安排呢？同一天，安倍政府要求石原市民间飞机不要赴钓鱼岛，这个动作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时评论员吴学兰会有深入的分析。 台湾新一届22位县市长今天正式的宣誓就职了。台北市长柯文哲称，100天要翻新台北气象，用黑白来代替蓝绿。柯文哲真的能做到超越蓝绿吗？新一届台北市府团队成员多是由所谓的政治素人来组成，被称为是缺乏面对媒体的经验的。未来要怎么避免发言失当？台湾时评人张友华会有独家的观察。 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环球网援引外媒报道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4号通过网络宣称自己击落了一架约旦军方的 F-16战斗机，并公布了飞机残骸和一名被俘虏飞行员的照片。照片显示，这名被俘的飞行员名字叫做尤瑟夫·阿尔卡萨斯伯，今年26岁，是约旦空军的一名中尉。他的家人恳求伊斯兰国不要伤害他，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美国和约旦方面先后证实了战机坠毁的消息，但是美国军方强调，有证据显示这架约旦战机并不是由伊斯兰国击落的。美国军方会支持各方为营救被俘飞行员所做的所有努力。据了解，这是自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对伊斯兰国发动空袭以来，其联盟中首名被俘的外国军事人员。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吴学兰和在台北演播室的嘉宾郑继文。 在伊斯兰国声称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约旦 F-16战斗机之后，美国军方立即出面说有证据显示飞机不是被伊斯兰国击落的，双方可以说是各说各话。首先，我们请教一下继文兄，在一般的情况下，飞机坠毁通常都有哪一些可能？当然，就是一般战机坠毁哦，它的可能性，如果是一般状况下，这个不是作战状况下，大概就是无非是天候、人为或者机械故障。 由于这架战机执行是一个战斗任务，所以它也有可能是被敌人的这个防空火炮或导弹给击落。也因此，我必须说，当我们目前所能获得当时作战的这个细部的信息是很少。理论上来讲，执行这类攻击任务不是被敌人打下来，就是这个可能这个发生了这个可能临时性的这个机械故障。 导致坠落，其实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比较高。至于天候，既然它能执行这样的这个战轰任务，那天候的因素来讲，应该可以比较这个几率可以予以比较降低。伊斯兰国声称拥有大量热追踪防空导弹，约旦战机呢就是被这种导弹所击毁的。那么根据您的研判，伊斯兰国到底有没有能力击落像是 F-16这样的战斗机呢？当然，这次 F-16是进行一个战轰任务哦。 它战轰呢，我们不清楚它使用的这个弹药是什么。如果是那种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说用 GPS 导引或镭射制导，它可以飞得比较高。如果只是传统这种无导引式的铁壳炸弹，它可能就要飞得很低，而且它飞了以后，它在投射以后必须要做一个战术动作。在这样状况下，因为飞得比较低，比较容易被监射。 防空导弹给打下来，那我们就 ISIS 它的武器库里面可以发现，它拥有大量的便携式这种追热型的这个导弹，也因此理论上就防御 F-16这种低的这个战轰任务来讲，它的追热式导弹是有一定潜在的这个威胁力来。 这个打下这个 F-16， 这名约旦的飞行员被俘虏之后，他的家人祈求伊斯兰国组织手下留情，而美国军方表示会尽力的救人。从过往伊斯兰国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位飞行员未来的命运是不是凶多吉少呀？从过往的例子来看，这名飞行员的这个命运的确是我们非常为他捏一把汗，因为我们知道伊斯兰国组织非常的凶残，他们已经有多次把这个西方人质斩首，并且还要在网上来公布这种录像的很残忍的行为。所以眼下呢，是一个打击伊斯兰国方面的人，也就是说，对于伊斯兰国来说，这个人就是切切实实的一个敌人，不是一个比较无辜的那样的记者。那么他作为一个军人，伊斯兰国认为他一定要用血债血偿，所以他的命运非常令人担心。是的，这名被伊斯兰国俘虏的约旦飞行员的命运让人非常牵挂。而有一位已经74岁高龄的作家，却主动走进伊斯兰国控制区，试图揭开这个神秘组织的面纱。他的名字叫做托德霍菲，来自德国。前不久，托德霍菲成功进入被伊斯兰国占据的伊拉克城市摩索尔，那里的情形让他感到震惊。他将自己的见闻归纳为集权统治下的秩序，因为城市内对民众祷告、着装等方面的规范十分的严格，女性出门必须包裹住全身，否则被会看作是异端分子。书店里则陈列着各种讲述宗教统治，包括宣扬如何处置奴隶的书籍和宣传手册。托德霍菲注意到，所有店铺午时一律关张，店铺主人要例行的祷告。由于忌惮伊斯兰国的酷刑立法，不少民众仍然是生活在恐惧当中。托德霍菲说，伊斯兰国绝非一群只会砍头的蠢货，他们当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而伊斯兰国成员对于实施暴行拥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在任何一个战场上都前所未见的。他认为外界对伊斯兰国的危险性明显估计不足，因为在他看来，伊斯兰国的威胁如同是海啸和原子弹。我们继续来请教在线上的两位来宾。74岁的德国作家托德霍菲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深入伊斯兰国控制区而平安归来的外部人员。那学兰，您认为伊斯兰国的高层为什么会批准这名作家的这一趟虎穴之旅呢？我认为伊斯兰国的高层呢同意他去，首先是因为伊斯兰国方面很有自信。那么就说这次这个记者去的摩苏尔，他去了以后，他也觉得非常吃惊，因为摩苏尔当地可以说在伊斯兰国管理之下是秩序井井有条。最可怕的是当地的市民已经不觉得他们是在被奴役化，或者说被驯服，似乎已经开始有一点适应这样的生活了。那我相信伊斯兰国的高层领导是深知这一点，他们有能力把他们控制的地区呢变成他们希望的样子，或者说他们也很有信心，希望让外界来看到这一点。再一个就是他们要利用这一名深入虎穴的人呢，用他的嘴去告诉外界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因为这个人一定会震惊，一定也会觉得有一点害怕。如果他要把他这种害怕的感觉告诉外界的话，伊斯兰国岂不是多了一个免费的义务的宣传员吗？而且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的这种恐怖就要比伊斯兰国自己来发布一些恐怖录像这个效果还要大许多。所以这次伊斯兰国是利用了这名德国人。根据这名德国作家的亲历，伊斯兰国实施的是集权统治下的秩序，比如说女性出门必须包裹住全身，所有店铺午时呢一律要关张，商店主人呢要例行的祷告等等。那金文兄，伊斯兰国实施的这种高压统治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他认为很多腐败的问题都是因为西方这种腐败的这个思维或者生活形态所导致。因此，像 ISIS 这一类比较激进、比较保守的伊斯兰团体，自然而然会强调信徒们要遵守戒律，社会要达到一个非常这个纯净的这个生活形态，这样才可以这个杜绝掉很多腐败或者一些社会滋扰的问题。我想这是已经涉及一个意识形态所影响生活层面一个问题哦。那对于西方来讲，当然是无法这个理解，毕竟极端或者保守的伊斯兰这个文化或者思维与西方式这种开放式思维，它之间的这个文化冲击或差异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托德霍菲最后评价伊斯兰国的威胁就像是海啸和原子弹一样，两位怎么解读他的这个形容？确实，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 ISIS 借由巧妙的宣传手法，特别现在如何结合网络，那激起广大伊斯兰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于西方文明的不满哦，那这些不满其实对于西方来讲，其实威胁很大。特别许多 ISIS 的这个成员或者同情者，目前是生活在西方，他们是深受西方这个教育或文明熏陶长大。那因此，这些人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基本上就是在潜伏在社会角落的炸弹。也因此，这个 ISIS 它所带来的这个风潮，其实不只在战场，而是在对欧洲或者西方文明它这个整个文化和社会所带来的这个巨大冲击。 那么从这个德国人他的亲身体验来看呢，我觉得他的一些意外是最让他感觉恐怖的，因为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本身是恐怖组织，结果呢是非常有这种国家管理的经验，他们有很清晰的一些战略，他们有很完整的一些管理体系，甚至呢他们有很清楚的一个思路，那么就是 要用这种大规模的宗教清洗的方式去管理许多的地区，甚至他们还放言说，他们拿下欧洲根本不是问题。而且过往的一些经验让我们感觉到，比方说他们拿下摩苏尔，真的就没有费太大的力气，而是摩苏尔的守军看到这些人，他们完全不怕死，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人蛋，似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那些守军很快就败退了。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其他地区延续的话，那么很可能伊斯兰国的这个 势力还会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一个巩固。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我们稍后再继续做请教。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方面。据环球网报道，日本国会众参两院24号举行首相指名选举，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第3度当选首相，并重新组阁。也就是在当天，日本政府要求石垣市的民间飞机不要赴钓鱼岛，原因是担心日中关系恶化。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当下，这个报道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环球网援引日本产经新闻24号报道称，由于钓鱼岛在日本的行政区划中归冲绳石垣市管辖，石垣市原本计划在今年内驾驶包机飞往钓鱼岛，在钓鱼岛上空进行环境调查。 但本月15号，石垣市长中山一龙前往东京时，日本环境省官员对他说：“如果在钓鱼岛上空摄影的话，可能会引起和中国之间的不测试探。”最后，石垣市政府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取消了年内赴钓鱼岛考察的计划。同样，在24号当天，日本国会众参两院举行首相指名选举，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当选日本第97任首相。 这也是安倍第3次当选日本首相。连任当日，他也立即组建新一届内阁。除了由前防卫厅长官中谷元出任防卫大臣兼安全保障之担当相，其他17位重要内阁全部连任。据报道，中谷元精通防务和安全议题，一直积极倡导为日本寻求更大军事角色。更有外媒称其支持日本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 24号当晚，安倍在阐述新内阁施政方针时称，将推动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法律在明年例行国会上获得通过。记者会上，安倍还再提修宪问题，称修宪是自民党成立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为完成这一目标，他将努力加深日本国民对修宪必要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日本将成立新一届内阁，将根据外交惯例处理有关事宜。同时，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4点原则共识，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展继续做出努力。相关话题，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评论员吴学兰。 石垣市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取消了年内赴钓鱼岛考察的计划。那学兰，您认为这与安倍再次当选首相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和安倍再次当日本的首相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他就在昨天，他在记者会上还专门谈到了，他是希望改善中日还有韩日关系的。他也很清楚，像钓鱼岛这样的历史问题，他是理亏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他继续和中国来纠缠的话，中国绝对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松动。那么其实从国际方面来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呢也 是敲打过日本，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呢，日本再掀起一些事端，最后呢把美国卷进去。同时还有一点啊，安倍也非常的清楚，就是在今年的 APEC 会议期间呢，他是见到了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双方其实对于钓鱼岛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呢是达成了共识的。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那好，那我们不要再把这个分歧来扩大化，或者说不要再给这个问题火上浇油。所以，如果石原是继续去钓鱼岛有所动作的话， 必然会激怒中国，也就是说，日本会在这个问题上出尔反尔，因此现在日本方面采取了比较克制的动作。24号，日本国会众参两院举行首相指名选举，安倍晋三以优势票数第3度当选日本首相。有看法就认为，安倍这次大获全胜，代表了民众对他过往政策的全部接受和认可。玄兰，您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倒认为安倍这次不是什么大获全胜，而是他当选呢之前是有很多有心机的动作。你比方说，他解散了众院，提前举行了大选，就让他的这些对手呢没有任何的办法来临时抓到一个很适合的人，或者说临时推出一些比较适合的纲领来和安倍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PK。所以说，安倍是用了一些心机，玩了一些手法，才得到了比较高的选票，这次才显得很顺利。而且我们也很清楚。 在过去一段时间，日本的经济其实不那么给力。尽管安倍是射出了安倍经济3支箭，但是效果并不是像他所期望的那么好。尤其是在消费税问题上，如果说要加税的话，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没有那么好。对于安倍的一些反感之情呢，也就会与日俱增，并且在外交问题上，安倍任内呢和邻近的中国以及韩国都发生了许多问题，这也不是所有日本老百姓都能够看到的。因此，我并不认为是 日本由上到下对于安倍都非常满意，才让他来继续当这个首相，而是因为呢没有可用的人，或者说这是一个比坏的，就是谁比谁更差，这种情况下，安倍才继续当了他的首相。 安倍当天连任后，也立即组建新一届的内阁，除了防卫大臣之外，其他重要阁员全部连任。安倍为什么仅仅只是换了一个防卫大臣？新任这个防卫大臣中谷元个人风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安倍为什么要选择他呢？ 安倍是非常希望他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内阁的。我们知道，如果说阁僚频繁的换呢，对于安倍执政不利。之前呢，安倍内阁也有一些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污点和问题呢，已经换了。所以眼下，安倍其实是想整个班子都不动的。但是不巧的就是这个防卫相啊，前防卫相呢，他是因为政治金的问题呢，有一些污点说不清楚，他就很怕未来在野党会追究他，也就让日本呢在一些防卫问题上可能投票的时候会遇到矛盾。所以这个防卫 相呢，他就主动请辞了。那么这次新提起来的中谷元呢，应该讲是日本的一个鹰派。那么他是主张啊，日本拥有先发制人的这种打击能力，而且在给自卫队解禁方面呢，他也是比较积极。然后他是日本自卫队这个国防组里的一个典型代表。所谓国防组呢，就是经常给安倍支招啊，跟安倍来谈一些如何修宪啊，如何给自卫队升格类似问题。那么他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这个人本身呢，可以说他文武 双全吧，因为他本身是日本第一个从自卫队这个官员做起，然后升到防相这么高一个职位的，而且他也给很多日本著名的政治人物是做过秘书，所以说呢战略方面他也是比较强大的。那么外界现在就担心啊，如果说他当上之后，因为他比较激进，会不会对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和其他亚洲关系的方面，他会祭出一些鹰派的举动呢？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多关注。 安倍连任之后呢，仍然不忘再提修宪。他表示，修宪是自民党成立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将努力加深日本国民对修宪必要性的理解。那么，安倍打算怎么谋求所谓日本国民的理解呢？日本国民真的有可能会理解安倍吗？ 因为日本修宪它需要一些门槛，所以呢，它无论是在党内，在一起合作的党的那边，以及日本国民当中呢，安倍都需要去说服他们。而且呢，按他的话说，他要有极大的耐心去说服大家。我倒不认为安倍的修宪会有多么的顺利，因为现在有一些清醒的头脑呢，已经感觉到日本在向右倾的路上，他走的实在是太远。其实我们也知道，日本在2战之后呢，它就是由于走了一条比较和平的道路， 才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才让日本的国民呢享受到了经济利好带给他们的这些好处。那么如果说现在安倍一意孤行，一定要搞所谓的正常国家，一定要在自己的身边或者说在全球呢塑造很多的敌人，这对于日本老百姓来说不是好日子。因为一个国家的经费是有限的，尤其在日本眼下经济不是那么给力的情况下，你要强军，你要发展国防，那就意味着老百姓的福利会减少，老百姓可能要交更多的税，但是呢，未来他们实际收入是会下降的。我相信很多清醒的日本人，无论是为了自己的日子，还是为了国家的前途，都会对安倍修宪说一声不。好的，谢谢吴雪兰的分析和点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据环球网报道，美国弗格森布朗案余波未平，密苏里的圣路易斯郊区的伯克利，当地时间23号晚间又再发生一起警察枪杀非洲裔青年的案件。圣路易斯警察局发言人称，当晚11点左右，涉案警察在一个加油站看到2名可疑男子，当他走近的时候，其中一名男子忽然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了他。 出于自保的本能，这名警察对他开枪了，其中一人是重伤致死，另一嫌犯则逃走。由于当时执勤警察配备的随身摄影机并没有启动，因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事情发生之后，当地有上百人聚集抗议。今年的下半年前后，已经有多名黑人公民遭白人警察掐死或者是枪杀，涉案的白人警察却都是免于起诉，引发了全美抗议的浪潮。 这起发生在密苏里州的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无疑让白人警察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怎么妥善地处理民众的愤怒，并重新树立警察维护公平正义的形象，应该是美国政府接下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了。近年来，日本青年自杀率是居高不下，尤其是跳轨自杀事件比较频繁。车乘客经常遇到因为电车撞到自杀者而取消或者是延迟发车的现象，甚至有人已经对此麻木不仁、习以为常了。 根据日本一个新闻网站日前报道，日本的一条电车线上再现了跳轨自杀事件。当时很多后车乘客呢，竟然掏出手机抢拍被撞裂的电车车窗的照片，照片被传到网上，引发了社会冷漠说与遏制跳轨说的大讨论。对于这两种言论，有网友表示，比起讨论哪一种更加合理，降低自杀率才是当务之急。 随着智能手机和即时通讯软件的普及，传播与分享资讯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在这个连吃饭和聚会都要晒晒朋友圈的年代，抢拍跳轨事件现场并传播，也提醒人们重新来思考，在拍照和抢救之间，在震惊与记录之外，您是否也伸出了温暖之手？下面我们来轻松一下，来看一组照片。最近，美国一家知名时尚摄影网站评选出2014年度最让人叹为观止的37张照片。 这些入选的照片有自然美景，有奇幻星空，有的是流光溢彩，有的充满艺术气息。美景当前，也不要我再过多的做语言的赘述了。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吧。 这些照片再次证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我们再次感谢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下这些难得一见的瞬间，让我们有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下，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带您来关注台湾新一届22位县市长今天正式宣誓就职。台北市长柯文哲说，要100天翻新台北气象，用黑白代替蓝绿。柯文哲真的能够做到超越蓝绿吗？新一届台北市府团队成员多是由所谓的政治素人来组成，被认为是缺乏面对媒体的经验。未来要怎么面对避免发言失当、沟通不良之类的问题？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友华会有独家观察，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叶青林。台湾新一届的22位县市长今天正式宣誓就职，开启治理新篇章。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要用100天翻新台北气象，而实现连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则期许台湾走出政党恶斗、蓝绿对抗的时代。马上进入现在台湾环节，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印信从郝龙斌手中接下印信这一刻，无党籍台大医师柯文哲正式接任台北市长。积极筹组市府团队，也拟定了百日维新、4年要进、50年未来的台北新计划。不到6分钟的就职演说，柯文哲踌躇满志，要在第一个100天就全面翻新台北气象，并持续努力下去。不过一转身，他就收到了另类祝贺。 一大早，岛内有团体就前往台北市政府陈情抗议。柯文哲上工第1天就被上了一课。反正每天都有抗议啊，反正把问题解决就是我们要来的目的嘛。市长接上来。不是啊，我讲这个要个正常管道，不是用这种方式处理。市长没办法接受今天这种混乱的感觉。谢谢谢谢市长。哎。柯文哲宣誓就职，经历冰火两重天，而包括台北市在内，今天新一届的台湾22个县市都举行了县市长交接典礼。那么其中呢，有14位县市长是新任，台湾的政党版图也出现明显变化。新就职的22名县市长中，国民党籍有6县市，民进党籍13县市，无党籍3县市，与上届县市长的党籍构成有明显变化，让台湾政治生态展现出不同的局面。 不过，新上任的柯文哲特别强调，要以黑白代替蓝绿，重新建立一个公益社会。似乎为了呼应他的说法，在今天的交接典礼上，柯文哲跟太太还分别穿上了白色跟黑色服装，借此表达黑白取代蓝绿的信念。而成功连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在新北市就职典礼上表示，台湾要走出政党恶斗、蓝绿对抗时代，就从新北出发。 2000年的时候，台湾首度实现了政党轮替，那么也正式开启了蓝绿争斗的时代。这么多年来，台湾各界都在呼吁能够抛弃蓝绿恶斗，回归正常的政治轨道。那么眼下，随着新科县市长的纷纷就任，岛内的政治生态能否实现新的突破，还有待观察。我是林芝，现在台湾。下个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贺楠，把时间交给你。好的，清林。今天来到我们台北演播室的嘉宾是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友华先生。友华，你好。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新上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柯文哲表示，他新上任的第一个100天就要全面的来启动一个所谓改革的引擎啊，要用黑白来代替蓝绿，并且建立公益的社会。那么同时，第一个100天，柯文哲表示将会全面的来翻新台北的气象。想请教一下友华，您认为说这是不是一个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我这边举柯文哲百日维新的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他 就针对交通问题进行整顿。第二个，他说他要撤除各地的公安派驻所，就是要用警备机动的方式。那第三个考验，他就讲，他说以后抗议现场啊，再发生打人的事件，分局长就是公安局的分局长就要撤换。那这些题目大不大？大。 但是你真的要去实践它，困不困难？困难。柯的优点是说，他能够想到就去做，他要求公务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市民服务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肯定的。因为过去台北市政府是一个相当官僚化的一个机构，所以它种种很多不便民的措施。 柯上来应该会改变公务员的心态。坦白说，我很怕柯有的时候因为指挥过当，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再加上他不善于沟通协调，所以他可以检举旅局，但是检举旅局的幕后，柯文哲自己必须要想清楚他的目标跟他的方向究竟那是什么。 这些诚然会超过蓝绿，但是当他目标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我相信台北市还是蓝绿对决。这一次柯文哲团队当中有很多的行政素人，那么外界就担心说，这样子的行政素人在未来他们可能会因为缺乏面对媒体以及民众的经验，容易被激怒。那么有没有可能这种担忧是不是道出了接下来柯文哲行政团队当中的一个问题？他找了我的一个朋友去担任了他们主管 所谓的资讯，也主管了研考，也主管了所谓柯文哲政见兑现的问题。他是负责管网络这一块。他管网络这一块的话，他们就成立了大概3种部队，一个叫做快打部队，那快打部队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呢就搜索部队，还有一个就是天天会帮他整理所谓染人包的 一个处长，那这个染人包的处长是秉承柯文哲的命令，把前面2项的意见综合以后，3分钟以内你要把这件事情给我解释清楚。所以他为什么这一次 M149这些他过去的团队，他今天为什么要把他们通通都请到市政府来管理？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他在选战的过程当中，他发现 网络其实对他是注意最大，但是未来是不是伤害最大？那这一点柯文哲倒是戒慎小心的。好的，谢谢友华兄的分析与点评。那我们接下来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探讨另一个在岛内持续受到讨论与关注的话题，那么就是陈水扁的保外就医问题。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近来在岛内再度引发讨论的陈水扁保外就医案。针对外界质疑为何要组成陈水扁保外就医扩大医疗团，重新进行医疗鉴定一事，那么台当局法务部门主管罗英雪24号下午就表示，陈水扁上次申请保外就医所凭的诊断证明是今年5月份的资料，迄今已经超过了半年。为了了解病况是否有变化，因此来再次的进行鉴定。 同时，罗英雪还指出，以矫正部门的惯例，核准保外就医的期限为1个月，之后视病况来延长或者是返监。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却遭到了台湾媒体误报道，称是陈水扁保外就医的时间的期限就只有1个月。那么罗英雪是再次的强调说，监所要持续的来掌握保外就医人员的病况，至少每3个月来检查一次，并不是说准了一次出去就没有事儿了。 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想请教一下友华兄，为什么说罗云雪要这样子的表态？你用什么样解读？罗云雪也是顾及到蓝营的一些观感，还有一些公民团体的观感。所谓公民团体的观感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一次让阿扁一次出去，案子庭审又保外就医，你又不关他的话，那其他的人情况比阿扁还要严重的，要不要？ 比照处理，所以罗英雪用了一招叫巧门，就是3个月你要回来一次。所谓3个月回来一次，就是说，那你回来还要经过我的审定，你要经过我的审定。那个时候只有2条路，一条你还是回家休养，另外一条你给我回培德监狱。而民进党他也在开后门，就是说，你看蓝绿之间。 把阿扁的问题放不放的问题，一个法律的问题，你把它弄成一个政治问题，那这个政治问题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承担的。你尤其在国民党败选以后，所以阿扁的问题还会持续下去。那3个月大家就再吵个一次吧。好的，感谢友华兄的分析与点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秦玲。好的，谢谢台北演播室。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要跟我们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可以登录我们的新浪微博。我是叶天林，在福州，祝您喜乐平安。